这是一个太阳方位追踪仪，它可以实时跟踪并锁定太阳的位置。它的结构非常简单，由前后两组太阳能电池以及中间的两个减速马达组成。当左边的太阳能电池被阳光照射时，它会向左转。当右边的太阳能电池被阳光照射时，它会向右转。当上边的太阳能电池被阳光照射时，它会向上转，从而实现24小时全天候追踪太阳的方位和位置。